大家好，九妹今天就来逛街了，因为我的干女士非常棒啊，她就过两天就入新房了，在我们现场给你买了房子，所以呢我这个门外头的要装一点东西，一点名头过去。有喇叭买了我回头啊，四十块可以减两块三十八，好一头啊，一三八啊，对吧？这个是摇篮的，你拉哪里啊？是拉吗？同一个是拉。这里有一个耳朵，这里也有睡篮。就是放一个小孩子里面睡的，以前我们小时候经常要睡这个东西，睡到怕了，没人带。不过现在干女儿还没有宝宝，有宝宝我就买一个给她了。这周围要垫一下这个棉被才可以，要不然会扎伤。这个耳朵都是给绑绳子的，这边也有四个耳朵。这个都太大一个了，哪有那么多东西装啊？风夹，有风夹啊，风夹。哦，对对。哦，这才给放进来，太大了。这个太可爱啊，这个。现在绑好玩具，那可以不用。看，这里又有这些中花的。中花。系嘛？诶，中军花，中军花嘅，诶，中啲军花。哦，中军嘅入边仲有个杯啊，系啊，好漂亮啊！诶，还有一条扁担啊，都是要新的，因为新房，要买新的东西。不好做啊，做这个没人啊，到时还有三十来的时候。出生满月，生日都要做啊！我觉得我那三千块啊，不划算。要这样挑了，我的小家了，我忘了给钱了，没带钱呢、啊。三十八蚊，我谂住卅零蚊就搞掂啦。哎呦，七十八块啊，这点东西啊。他又在这里选择这个主演，他有这个好兆头，那就贵就贵一点了。哎呀，直播间里面的朋友很多都说叫我这个金牌媒婆啊，现在我做起这个我都怕了啊。要不对面这边买一点其他东西啊。这个状元糕就是重状元的意思，都是好一头的。白吉饼就是白吉千孙。好了，现在回家了，因为要提前购买了。把它装进来先，那些发糕到时候再买。好，先回去了。
应该蛮怀念的。哎，大家好，真正老都来到这里了，哇，咋好长的时间啊？哎，咱们聚会了两年，来康健。好嘛，没有健康。哪个？哪个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才够阳光，这个走阳台，挺不错的，真的，都是这个很扎扎实。天那么近，我们啊，两厅四房。两厅四房。两厅四房，而且好像是一次。好不容易找到今天的机会来穿了哈，我新年旗呀，这个新年旗，这个三婆，这个是主人房，主人房，那个厕所，洗手间，那个马桶自己闷大便，不会吧？这个是干净。嗯还有那么高档的马桶啊，钢琴的就是钢琴，我比较喜欢弹琴。这些都是名头啊，都要摆到这个主人的房间来，还有这个床给他压贵族的。这边是办公室，这里就是办公室哦。我钢琴系的办公室挺霸气的哦。那个谁，大杯茶过来。对，那个是烟灰，你看酒会给，这是发财石啊。吃饭吧。吃饭，因为有一部分人在酒店那边吃，有一部分呢就是在这个新房这边吃饭。我们是重要的客人，就是在新房。好，吃饭吃饭。好吧，吃饭了，朋友们。这个香水去了。嗯。呀。这些菜都是酒店打过来的。嗯。你干什么？你订的衣服啊？没生过糖。嘿嘿，双胞胎。两个双胞胎啊，两个女儿。到时候漂漂亮亮的，才两个多月，都要人家逗他，我笑了。是，我忘了拿那个茶油过来了，要不然这可以擦的，他这个脸。擦油啊？嗯，要擦到这个是姐姐，这个是妹妹。姐姐出生的时候五斤，妹妹就五斤一两。都是干女儿的哥哥。这两个小孩。对呀，这边没听到妈说什么？对呀。朋友，你看，我好贵哦。刚女儿刚刚去招待客人，刚回家，还在酒店。收了多少万？20万。你们20-30万。姑娘，我是就是贵的，就是这样子比较贵一点。要多少钱吧？那加起来他差不多80多万呢？差不多，这八个地方一套房跟装修都差不多80多万。加油！现在房子也搞定了，那就还差这个未来的宝宝，加油哦！有了一个新的家，那到时候就放心了。不要小孩了。
去来吧，去吧。今天早上挑来的那个大的是放在这里给他。去给他打你啊！打你！不是，那地方发财的。你拿。来回家来再。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那咱俩给他打啊！回去了，打你。